大家好，我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故事是海瑞为官清廉。明朝的海瑞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，他打击豪强，安抚贫弱，因此百姓们都很爱戴他。后来有人弹劾海瑞包庇奸民，鱼肉相生，皇帝就将他降职。百姓们听说海瑞大人要调走，在路上嚎啕大哭，还在家里画了他的像来怀念他。有位御史去看望海瑞，看见他家空空荡荡了，除了一张床什么也没有，就叹息着离开了。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